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八卦秘籍》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猫星人开直播，猫粮测评成网红秀；二、名模跑步机上摔倒，跌落成时尚新招；三、厨艺节目现场，主持人意外翻糖露真功。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猫星人开直播，猫粮测评成网红秀。各位尊敬的网友，猫奴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猫星人开直播，猫粮测评成网红秀。这个话题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类与宠物的关系，还反映了互联网文化对我们生活的深远影响。首先，我们得承认，猫星人们的确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他们那高冷的气质、随性的行为，以及时不时展现的萌态，无一不牢牢抓住了人类的心。而当这些毛茸茸的小生物坐在镜头前， 用他们那挑剔的味蕾对各种猫粮进行专业测评时，观众们无疑被萌化了，同时也被这种新奇的内容形式所吸引。猫星人的直播测评秀实际上是一种新兴的娱乐方式，它结合了宠物的可爱与直播的互动性。在这种直播中，猫咪成为了主角，而他们的铲屎官，也就是猫奴们，则扮演着配角或者说是助理的角色。猫咪们对猫粮的品尝和反应成为了最吸引人的看点。 有的猫咪可能会对某种猫粮嗤之以鼻，有的则可能津津有味。这种不可预测性增加了直播的趣味性。而对于猫粮品牌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营销方式。猫咪的直播测评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而这些观众很可能就是潜在的消费者。当然，这也给猫粮品牌带来了压力，因为猫星人的味蕾可不会撒谎，他们的反应可能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市场表现。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 猫咪直播测评并不是科学实验，它们的反应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猫咪的喜好。每只猫咪的口味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铲屎官们在选择猫粮时，还是需要综合考虑猫咪的健康需求和个人喜好。总之，猫星人开直播，猫粮测评成网红秀，这不仅是一种娱乐现象，也是人类对宠物情感的一种投射，以及现代营销策略的一种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能享受到与猫星人互动的乐趣。 也能对猫粮市场有更深入的了解，只是别忘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我们这些被猫咪无情驯服的铲屎官手中。毕竟，不管猫咪在直播中表现的多么挑剔，他们的饭碗还是需要我们来添的。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名模跑步机上摔倒，跌落成时尚新招。好吧，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时尚界的小插曲，它不仅展示了时尚界的不可预测性，还意外的成为了一种新潮流的诞生。 首先，我们得承认，名模在跑步机上摔倒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场面。想象一下，一位身材高挑、步伐优雅的模特，在健身房里如同天鹅般在跑步机上翩翩起舞，突然间一个不稳，就像是一场时尚界的泰坦尼克号，优雅的航行戛然而止，转瞬间成为了一场时尚灾难。但是，正如时尚界常常告诉我们的那样，灾难有时候也是创新的起点。这位名模的不幸摔倒。 可能在场的每个人都为之一惊，但这个意外却在时尚界引起了一阵清风。为什么呢？因为时尚界总是在寻找那些打破常规、出人意料的创意。想象一下，下一季的时装秀上，模特们不再是优雅的走在 T 台上，而是在一排排的跑步机上以各种姿态跌倒，而每一次跌倒都恰到好处的展示了他们所穿衣服的流动性和布料的质感。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也是对传统 T 台步伐的一次大胆挑战。当然。 这种跌倒成时尚的趋势，也许会引起一些争议。毕竟，时尚界有时候就像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跑步机，总有人在努力跟上，也总有人不慎跌倒。但这正是时尚的魅力所在，它教会我们，即使在跌倒时，也要优雅地、有创意地站起来。最后，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位名模的专业态度，即使在跌倒之后，他也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这个小插曲转化为时尚界的一次有趣的话题。这不仅是对个人任性的一次展示。 也是对时尚界不断进化、永远寻求创新的精神的一次致敬。所以，下次当你在跑步机上摔倒时，记得你可能正创造出下一个时尚趋势呢。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厨艺节目现场主持人意外翻糖录真功。好吧，让我们来聊聊这个美食界的小插曲，它就像是一道意外的佳肴，给观众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想象一下，我们的厨艺节目现场，灯光闪耀。 摄像机对准了那位一直以来都是以笑容和风趣著称的主持人。观众们期待着今天的节目能够像往常一样带来美食与欢笑。但是今天的节目有些不同，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在尝试展示如何制作翻糖蛋糕时发生了一点小意外。翻糖，这个听起来就像是甜品界的体操动作，实际上是一种用来装饰蛋糕的糖基面团。它需要技巧、耐心，还有一点点的魔法。通常 这项工作是留给那些经验丰富的糕点师的，但我们的主持人今天决定亲自挑战。节目进行到一半，主持人开始展示如何将翻糖擀平，然后覆盖在蛋糕上。这时，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直到翻糖开始展示它的个性，它粘住了桌面，粘住了擀面杖，甚至还粘住了主持人的手。观众们开始窃笑，而主持人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尴尬的红晕。但是，就在这个小插曲即将变成一场灾难时， 我们的主持人展现了真正的厨艺功底，他他开始用幽默来化解尴尬，同时巧妙的调整了翻糖的状态，展示了一些实用的修复技巧。他他不仅成功的将翻糖覆盖在了蛋糕上，还在翻糖上雕刻出了精美的图案。这一幕不仅让观众们大开眼界，也让他们意识到，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厨艺专家，也会遇到厨房里的小挑战。而真正的大师，不仅能够制作出美味的佳肴，还能在压力之下保持风度。 用幽默和智慧化解意外。最后，当蛋糕完工，镜头拉近，观众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还有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意外、恢复和真功夫的故事。这个小插曲成为了节目的亮点，也让主持人的人气更上一层楼。毕竟，在美食的世界里，真正的魔法不仅仅在于食物本身，还在于那些能够将每一次烹饪变成一场表演的厨师们。总结一下：猫星人开直播，猫粮测评成网红秀。 名模跑步机上摔倒，跌落成时尚新招；厨艺节目现场，主持人意外翻糖录真功。这些都是在不同领域中发生的有趣事件。它们不仅带给我们欢乐和惊喜，还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与宠物、人与时尚、人与美食的关系。猫星人开直播的现象展示了人类对宠物的热爱和互联网文化的影响。猫咪们的专业测评吸引了观众们的注意，也为猫粮品牌带来了新的营销方式。 然而，我们也要记住，每只猫咪的口味都是独特的，所以铲屎官们在选择猫粮时需要综合考虑。名模跑步机上摔倒的事件展示了时尚界的不可预测性和创新精神。这个意外成为了时尚界的一次大胆挑战，引发了新的时尚趋势。时尚界教会我们，即使在跌倒时，也要优雅地、有创意地站起来。厨艺节目中，主持人翻糖意外的经历展示了真正的厨艺功底。 主持人用幽默和智慧化解尴尬，展示了修复技巧，同时制作出了精美的蛋糕。这个小插曲成为了节目的亮点，也让观众们意识到大师不仅能制作美味的食物，还能在压力下保持风度。最后，我想问问你们，对于这些事件，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是否有类似的经历或观点想要分享？欢迎大家参与讨论。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